林李仁仁，嘛是咱中正八街啊前辈议员，嘛是咱议会老师傅。那么当然，啊，人咧讲买田看田地，娶新妇嫁查囡仔都爱看娘底。咱郭兆也议员是议会的活字典，因为他是一个啊有学识、有担当，而且有查甫个性的铁人。嘛是小弟我小明哥交给这个老妹妹啦，啊，所以一定要邀请他台不台电，甲大家恳求，甲咱中正万家时代，甲恁再度的拜托，我讲过。一张票，一世情，缅怀感恩心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咱这个掌声，欢迎咱台北市中正万家现任的议员郭兆言。哎，我们最佳主持人小明哥哦，还有咱现任哦，就做里长哦，不然得注意哦。啊，各位咱家万家地区。甚至有咱中正区的好朋友，乡亲时代，大家好。我是郭兆言，郭兆言这个名真好记，恁就记郭兆言，郭兆兆言哦。因为我的妈妈就是李玲玲，阿妈就是李玲玲晶。其实我是为阿公开始做的啊吼，甲大家报告，郭兆言嘛是在地查某囝。他对啊，别下卡就有阿姨讲，这个是咱孟家囡仔啦，这是咱在地的查某囝啦，对。所以今日徛伫遮，我是非常的感恩再感恩哦。因为若无在座各位的牵持，阮家无可能三代会使替地方打拼。啊，我嘛要甲小明哥讲，虽然郭兆言是第三代，但是阮每一代拢是一步一脚印。拿柏林金走，根本就不会有第二代，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把大家的托付当成是自己最重要的事。所以我打个给报告一下，您今麦看，今麦小朋友们念华江高中、念大理高中，这过去是大理女中、大理女中、华江高中、华江国中，这就是温妈妈那时改制成功的。来，柏林先过来一点。哦，这妈妈李仁仁啊，这个伊都啊，给咱接触的哈。我讲的意思就是讲，行到足侪所在，我看到足侪代志是妈妈做，所以我嘛甲我家己讲，一票是三代情，因为到今嘛，所有人的思念我的阿妈李仁仁亲，所以做人就爱认真拍拼。我相信才足侪你有你会使去探听，郭兆言是不是从淡水以后？就自己亲自出席每一个会议、会刊、协调会，我拢是家己行到到。那有当下破病，还是省预算的时阵，就是妈妈来替我行。妈妈这几天为着我伤忝啊，所以她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家里没办法来。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，要走就要好好走，就要踏踏实实的走。所以我相信。我尽情会把我的新地砖提出来给大家看，像我们青年公园的万华的亲子馆、故事馆，就是郭兆言争取的。再跟大家报告，万大协议线不能卡叠压，但是四个站的出口，郭兆言都帮忙寻找替代方案。新地是咱这边雄顶的东园国小，我已经把东园国小的活动中心、游泳池纳入捷运共购。要甲大家讲，是意思甲大家讲说，郭兆言绝对袂辜负大家的期望。不过，每一票拢足重要，因为民调不等于选票。即马因为郭兆言可能民调袂歹，我大家讲，阮总算啦票真多啦。阿姨、阿姐、阿伯、阿母，票是爱投予年轻的人，票是爱投你普通时就看会到的人，票是爱投卡在时代的人。所以我们作为大郭兆言加油好吗？哦，拜托，拜托大家，拜托，拜托。当然，郭兆言一个人动转无意义，咱所需要一个好的市长，迄就是连胜文。这就是咱今年有啥物要办一个活动，因为连胜文，伊是因为到对咱的帮甲贡献真大，因阿公过去成立了一个人际医院。
在我们这边都是照顾弱势的朋友。我能够被港大给讲，引导最重要的一个政见就是要发展西区。阿兰在社区哦，真的需要有魄力的政策，真的需要有财经专长的人，他也在来港南的方噶起死回生了。所以我卡叠加，卡大给证明，因为这阵子我陪连胜文跑了很多的地方，他每到一个场所，一路回熊用心的听取大家的意见，而且提的任何一个问题，都是想要把事情做好。所以我要跟大家拜托再拜托，起完动转无搞，还阁有一个好的市长带领着我们走向更进步、更幸福的未来。所以郭昭言在这边拜托各位，连胜文主要恁的支持，连胜文爱甲恁拜托，请恁一马改票上好吗？好。最后，我想我要说的是，我是土生土长的孩子，我对家我就亲了钢琴，我怎样我不好好做，唔爱怕卡身，所以我再强调一次，机票撒代钱，因为今夜醒来对郭昭言、郭昭言，希望各大家再个人，我咱的台北市幸福再加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一样要补充，大家我来讲哦，我看了郭昭言哦，你看麦，大家，你敢看郭昭言哦？阿连金城嘛，每年是我候选人，阿加一个人啊，迄个阿手阿加手会漏掉，过会流皮。我写这个演唱哦，你要稳住哈，要保重哈。来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有必要碰到哈。来，我们两个心连心，手牵手，我跟你加持一句话哈。来，杜姐，我跟郑姐，我都来讲一票一细钱，伊对我讲一张票三细钱，咱在地人的希望。咱中华人的寄托，我们郭昭言议员，服务精神通人知，行动有招财，社会连盆，听见连孙，爱屋及乌啦。你的树头过栽，唔惊树尾吹风台。你的栽叶之高，啊，这个议员算昭言，看下高到花枝招，谢过当天吃波油，议员。继续选赵言，雄青笑嗨嗨，咱再多加油加油，这里谢谢，感谢赵言。我想着，我一定要跟大家深深一鞠躬，因为爱感谢您对我的爱和支持，感谢各位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我不能碰到你说啊，小心小心。因为老朋友啊。好，来，到位林市长，我还是叫掉。我这人习惯就是安尼，连市长，我是叫掉，我是叫掉，但是叫掉中间，咱爱一步一开的，吼，咱爱努力去经营，这是重点，所以别当放松我们的脚步，剩七十几天尔，不是开玩笑，关键的时刻吼，各位，啊，利用啊这短短时间，咱来啊听这个小弟为咱候选人做的歌曲，民主的正义。
谢谢。